美好的时刻到喽！二塔酱大包子，这玩意儿是必须得搁点辣油啊，嘎香啊！哎，这就是真热，这屋烧热了。哎呦，这热啥子出啊？大豆腐包包里搁点，剩下搁这里。凉菜没拌的，这虾韭菜，这松子虾韭菜，这黄菜啊，清香的，来一口。看这馅怎么样哈？啊？吃两个，哎呀，太香了！这大闸受伤了，是不是跟个浪一样？这豆子浇啥？啥也猜不着。看这家擀面条，我一般在冰柜那保里头，剩的香黄卤。这包正好，外边剩十来个，你老差一周，余了啊！打来，到我这来。眼干受伤了。炸油，真够劲儿，就吃这玩意才好。哎呀，得劲儿！啊，这俩也干了呀！放上去吧，这，嗯。